好啦，咁今日三号风球，咁就行一条比较安全嘅路，就由呢个九龙湾嘅 A 出口，咁又行去呢、這个牛头角下村，再去到呢个安基苑嗰边啦，就行翻去呢个佐敦谷嗰个游乐场。咁由呢个振华道一路上去啲振华道体育馆，再去到振华道南村。咁啊，振华道南村嗰度咧就有个路牌写住呢个振华道神运径。咁我哋喺呢个神运径嗰度上去，咁一路行到呢一个观塘上配水游乐场。咁就可以喺呢度咧望到呢个飞鹅山啊，远处嗰边就狮子山。咁呢度咧，其实喺呢个位置咧，其实叫做沈云山噶，呢度就系吓，咁系观塘嘅后花园嚟嘅。咁全程就系大概1.8公里，来回就3.6公里到。最高点就大概系177米到啦。咁其实有几个方法可以去嘅，就好似我咁样由 A 出口行去振华道，一路上去，去到呢个观塘嘅配水库嗰度，或者由呢个坐巴士坐到去呢一个振华道南落车，跟住行后几步就可以上山。或者如果好天嘅话咧，其实之前我个视频讲过咧，可以由呢一度上去咁行呢个佐敦谷水道，一路上去爬过一啲难啲行嘅路，咁去到呢个沈云山，跟住可以落翻嚟呢个观塘嘅高地嘅配水库。好啦，如果坐巴士咧，就系坐呢啲咁嘅路线。咁我哋去到呢个乐华嘅南村落车。如果唔系嘅咧，就好似我咁，由呢个九龙湾站行嚟呢度佐敦谷游乐场。咁跟呢个振华道一路行上去，咁去到呢个乐华嘅南村。咁如果大家搭巴士就去到呢个乐华嘅南村落车啦。咁行后少少，佢就写住呢个振华道神运径，咁啊呢个嗰度上山就可以噶啦。
好啦，搭巴士咧就由呢个阿罗华南村呢个站落车啦。咁行后十几步，咁会见到呢一个振华道嘅神运经，跟呢度上山。前面嗰度咧个箭嘴嗰度咧就可以由呢度落去呢、这个佐敦谷水道嗰边落翻去土大嗰边。咁今日我就沿路走，咁我纯粹欣赏埋呢一个咁嘅地标啦。